谢谢夫人。风师傅，这么多天了。 前线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要不要催问一下战事如何呀？哼，你急了？能不急吗？什么时候都不能急。你的心就像这件茶器，激荡也好，滚烫也罢，煎熬也罢。 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做木器活了？哦，我听太子身边的宫女告诉静姝说，太子这些天精神很不好，睡不好觉，静姝很担心他。我知道这种木头有股淡淡的香气，枕起来怡神养心。我这吕双居离寒章殿、宝光殿那么远，你都能听到？今天早膳时，我看殿下的脸色很不好。 听殿下身边的人说，殿下已经好几个晚上睡不好了，还做噩梦，醒来也都是做到五更。这仗还没有打起来，他先把自己给疾病了。真到了战争焦灼的时候，哪还有什么心力去应付啊？都怪我多嘴，小姐，你别再急上火了。不怪你，实在是帝王难做，殿下职责所在，无处逃避。 人们往往只看到权势，没看到艰辛。今晚让小厨房加一道莲子百合牛乳羹。是。没有我的令牌，你不可以在宫内随意行走。是。 子父，前线迟迟没有消息，你以为尊师就不急吗？我猜他一定心急如焚，只不过他老奸巨猾，没有流露出来罢了。真的？对，他曾说过，越是紧急关头，越要气定神闲。你的脸色真的好难看。 你不知道，接连几天了，凤如果都把那个刺客带在身边，吕双居、韩章殿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真担心你在为国忧患，别人却在想办法对付你。我能说实话吗？
撤！谢将军，听说我军粮草被围了。是大将军下令放弃辎重粮草，轻装简行的。那连夜改装投石弩射，火烧白地粮草大营，这不是白折腾了吗？这还不是最糟的。 公主，你不要想着暗算国事，他的功力深厚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。我试过了，没有胜算。你把太子杀了，就算是完成使命，暗算太子，不难的，啊？是，不难的。
师哥，你输了。你坐拥天下，呼风唤雨，我只有你，你照样输。论先天的资质，论后天的用功，你哪样比得了我？启禀太子殿下，国师吩咐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给我让开！军情紧急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国师吩咐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包括太子殿下。放肆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，眼里还有太子殿下吗？你们退下吧。风师傅。天哪，此人如此可怕，我动不了啊，太子殿下。本门功夫居然能被他练到这种程度，我下辈子都练不到。他要是到了风师傅这个年纪，风师傅也一定不是他的对手。
会出现在朝堂上，还站在丰如歌的身边。你们都说他是刺客，你说他要杀你，谁有证据？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出入皇宫？你为什么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？如果我能唤醒金蚕豹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 上一次的失败，只是因为距离太远，我的心太乱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能成功。那是我亲手施加给他的，折门秘术绝非浪得虚名，没有理由不受我的控制。太子殿下，你还记得上一次你出宫遇刺吗？他就是这个人。那个刺客蒙面而来，你怎么知道他的长相？他身上。 中了我的金蚕豹，暗器。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是静姝，是静姝帮我挡住了那个刺客，然后，那个刺客中了你的暗器逃跑。静姝。
一而发，哼！折门秘术吗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是我师的法，只有我一个人能解得开。我如果想要他当堂爆裂，那这个刺客就跑不了了。当堂？你想伤谁？有国师在。 相信任何秘术都伤不了人，更何况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若有心伤人，岂不是自取灭亡？我只是想把那个刺客揪出来，毕竟他要害的可是我们未来的天子。是啊，对，不是，我闭嘴！你有莫大嫌疑，休想狡辩。 我不是狡辩，闭嘴！魏国夫人，你要知道，即便你是太子嫔妃，只要是诬告，也是有罪的。如果能揪出那个刺客，我愿意冒这个险。公主，你可有把握？嗯，是我的金蚕豹，自然会听我的话。更何况，如果我不把他揪出来，太子殿下。 还不知道身边有人要害他，让他试，我看谁敢拦着他。除非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安危。开始吧。 本应该当场爆裂呀！毒妇，你可真狠呐！他刺杀太子，难道就不狠吗？诬告！我师弟和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你竟要害他全身爆裂？你这是在诬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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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！诬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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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魏国夫人给我押进天牢！诬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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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诬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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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诬
多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。您爱的人只有一条命，南郡却赔上了死伤无数，您后悔吗？你听到了。看来以后我要说什么重要的话，势必要离你远一些，免得被你听了去。对了，我听到不止您一个人去过天牢。现在